全新新年快乐，谦哥要过来吗？谦哥不要再当边缘人了，赶快，你快点加入我们中间，你站 C 位，你站 C 位，对，我们 C 位留给他。谦哥那么重要的团长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都要等他帮我们今天的访问开启一个美好的序章。好，哎哎，谦哥你哎麦克风麦克风，来来来，啊怎样？你要擦鼻涕是不是？啊，先说话先说话，来。大家好。你也太反差萌了吧！新年快乐啊！先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新年祝福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，我是云烟，我是谦哥。耶！哎，好开心哦！我觉得这个2020年可以有你们的专辑当一份新年大礼。是。然后2021就是听到爆，听到爽，对，感觉很开心。没错。而且我觉得这个专辑的录音过程，我觉得我深有同感呢。就是一张在家录音的专辑，然后在宜兰的民宿，你们的家乡是，然后又在一个很棒的用一个类比方式来进行录音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我经历过盘带时期，阿关姐，但是我进广播电台，我们就是要帮机器上盘带，然后播出去那个节目的内容，所以我是类比时代的人呢、啊，不得了，鼓掌，鼓掌，古董啊，史前时代走出来活化石，喂，哪有？哪有？不过我觉得我看你们那个幕后花絮，我觉得是一段非常非常难忘的录音过程，对啊，真的很难忘，我们就是一个夏令我们就是一个音乐夏令营，对，而且我们其实，在录音的时候，其实有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比如说，我只要接近那个盘带机，那个盘带机就会坏掉。哦，我只要接近任何机器的东西，那个机器就会坏掉。哇塞，神力女超人是不是？你自带磁场哦。跟你说，我这人毕生用坏过2台电视、3台吹风机，哦，还有1台烘衣机。哇，跟红衣机是什么？2台笔记型电脑。哇，哎，神人啊！3C 破坏达人，所以呢，我都不要站在旁边。是，哎，他在的时候，那个盘带真的会跳起来，真的，因为他 A 跟 B 面要换嘛。对，没错。对，然后就会断掉。OK， 所以全新提到他是这个3C 破坏王，但在这个录音期间也经历一些盘带机看到你都会怕的这个，对对对，我自己难忘的事情。好啊，那谦哥跟那个云安呢，录音过程。我最惊讶是我在录音的时候，他在划船。哦，对，在，对，他就是我水上人家这样，然后那个摄影师说：“你看那边。”然后我就把那个窗帘拉开，然后我在划船。我觉得很荒谬哎，太荒谬了啦！哦，这边我们还是有认真录音的，真的是吗？我看你们都在那边是什么昂啊 gay 啊？我只有划10分钟了，真的吗？一天大概一个小时之内的10分钟。哦。真的爆料，稍微让自己心情开心。毕竟那些影片都是有剪过的啦。了解，认真时刻还是居多啦。是。可是我知道1月4号晚上8点你们有个新的 MV 要上线，跟大家预告一下。1月4号，你先，来来来，哎呀，女生先来。1月4号晚上8点，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的 MV 就会正式上线啦。有补充的吗？有补充的吗？没有，很开心，感觉都快讲完了。真的，我想说，你想说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首歌其实大家期待。对呀、啊，因为 teaser 出了，好有 feel 哦。是，而且是我同事嘛。对。那边，哎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，大家晚安。哎，王，哎，这个人好熟哦，Brian 嘛，哦。对，哎，但我觉得今天很难得的是，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有这么多的这个可爱的听众跟我们大家一起度过，这么多的粉丝，没错，跟我们一起度过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他今天也来了耶。哎，他是神秘嘉宾，我们有神秘嘉宾吗？刚五人以为说，哎，没有人来 ，but 有一个人来了，他今天带着你们最爱吃的肉桂卷来了，肉桂卷，各位掌声欢迎亚洲天王任贤齐小齐哥，哎呦，人来就好，送礼物啦，哇，肉桂塔，太棒了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surprise？ 各位，告五人根本不知道今天会有。来来来，我稍微挪一下。这个好近哦。对。任贤齐耶！对呀、啊，小时候电视上看到的人哎，喂。好，塔低一点，对，肉桂塔低一点点。谦哥需要帮你 hold 一下麦克风吗？你这样子比较好做动作。对，谢谢。来 ，OK。天呐，小齐哥出其不意在2021年的签唱会上现身，给告五人吓到歪掉的巨星惊喜，而且还带来他们最爱的肉桂卷塔。
心要暖暖的，胃也要暖暖的。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摄影朋友。哦，那个肉桂塔好好粗哦。来来来，云安说：“天哪，我不知道小齐哥要来耶。”犬星也是说：“我不知道今天会有嘉宾，真的不晓得，对不对？”吓到你们了吧，嘎啾！好嘞，低一点点吼。哇，这个肉桂塔不得了，吃起来了啦！为什么小齐哥今天会来秘密突袭？一定要问一下，要帮小齐哥送一下麦克风吗？来，这个是谦哥。哎呦，肉桂塔，想干嘛？云安想干嘛？分享。云安马上要吃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吃吗？那你们要吃可以啊，我现在可以吃，我现在还在紧张当中，现在根本吃不下去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今天我也很开心，跟大家一样来看告五人。对，因为一直对这一团很好奇，就是团名怪怪的，歌名也怪怪的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因为最近人家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吃哈密瓜，我说对、啊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说不是啊，那是首歌，对不起。对，然后呢？因此，哈密瓜听说大卖，然后听说有机会当代言人。哎，真的耶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那边那个芭辣也很好吃，可不可以写首？写一首歌、啊，你要不要也来吃芭辣？但是红星，大家都说告五人是美食系的乐团，我也很爱吃。我想有机会的话，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吃遍美食，哦、说不定能够写出这样的歌曲。是哎，是一个2021年的新企划啦。不过我再问一下告五人，在出其不意的状况之下被人嫌弃突袭。感觉怎么样？怎么脚在抖哎、欸？真的吗？我感觉在抖，因为不知道他要来。对，我是什么？我们是真的不知道。我真的是死皮赖脸来了，因为我最近呢，我们开始要制作一部有关于乐团的整个戏剧，然后里面可能需要很多的乐团来加入作为原声带，所以呢。小齐哥就厚脸皮来这死缠烂打，因为这么多人的面前总不好意思拒绝我吧？不会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而且真的告五人的风格很特别、嗯，我一开始想说，他们是原来是吉他，他是 folk song 就是民谣，但是后来也有 new wave， 一堆不一样的风格，好惊喜哦！而且简单的编曲，有很层次的一些进入，然后另外又是优美的和声，真的有听哎、欸，而且他们是双主唱，我觉得也很特别，带一点文青淡淡的那种。那种异文气息在里头，若有似无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我想象中那个男女主角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很适合用告五人的歌曲。他们就有一对神仙眷侣的。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了哦，那我就没关系了。我只是很好奇的时候，灵感创作的时候是甜蜜的时候多，还是吵架的时候多？那得让当事人来说一下了哈，我们要回答一下小齐哥的疑惑。那个平静的时候多，对。而且他们 MV 很可爱，就是都看到有那开着车子到处去吃东西，所以希望你们的创作力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澎湃，能够创造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齐哥，也谢谢大家支持告五人哦。但是我真的讲太多，因为我真的想听听看，说告五人，你们看到这从小看到大的偶像啊，从小到大是他未必看了这样。对，然后我知道小齐哥就是一个很照顾后辈的暖男的天王，所以今天知道这小齐哥也说，哎，我的，你知道可爱的这个后辈们发片了，一定要来祝福一下，要不要一一的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动跟感谢？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小齐哥，他现在宕机了啦，宕机。可以看到你，谢谢你哦。你想抱一下吗？没有，哦不，其实那个没关系。这么多人就不好意思了。对，我们隔空。对，然后我们歌还蛮好听的。真的很好听啊，谢谢。我都写不出这样的歌哎。刚刚要上台叫丑人多作怪，我想我要上台了怎么办？我也会对号入座，对不对？我也是。这歌其实在讲就是坏人不是啊，就是这个歌贵人不一定在想，是贵人不一定会用好人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。励志的歌，对，谢谢谢谢，原来这么的了解了解，我们突然觉得有很有自信了哈。对啊对啊，原来不是在讲我们吗？不是励志的。励志，换下一个了。谢谢了，谦哥是他们的吉祥物啦。你夹在两个中间，应该那个位置蛮微妙的哦。C位。请卡住了，可以讲了。哦，卡住了。好呀，那原先讲。好，云安。我看起来有会可以讲吗？对。我等一下下来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我的荣幸。那我要可以找。
追星一下啦。好，还是受宠若惊的心情啊。最后来压轴的谦哥上，谢谢小齐哥。千言万语用他们的音乐来告诉大家，对，祝小齐哥 Happy New Year， 大家都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 Happy New Year， 谢谢大家偶人耶、yeah, 所以呢今天这个小齐哥金口一开不得了，我们一定要卖到爆了啦。小齐哥他们希望能够前进小巨蛋，给他们祝福一下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对啊，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我也会跟你们一样坐在下面看他们唱歌。你一块上台，我觉得会更好。我回去要练他们的歌，哎，对呀，层次很好。当嘉宾啦，对，我不认真，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不会，那我不会，又要死皮赖脸的上台。对，可是我就认真的想看你们抱一下，哎，嗯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全军准备好了，全军复活了，好了，全军复活了，耶！谢谢小齐哥，哇，真的是新年告五人的走大运啊！谢谢我们的神秘嘉宾，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呢，我也很想。小齐哥赶飞机啦！谢谢小齐哥。哦，好，来来，麦克风帮你们收一下，麦克风帮你们。帮忙上来 hold 一下麦克风好不好？哇，谢谢小齐哥，人来还带来一个最棒的肉桂卷礼物啦，让这个告五人真的是心头暖暖的，也希望呢这个2021年大家都能够过得平安又健康。小齐哥等一下还有工作去赶飞机了啦，真的是很谢谢他百忙当中特地前来，就感谢咩。来最右边哦，上面高台，也期待呢这个2021年真的能够看到这个小齐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，也期待跟告五人有很多音乐上戏剧上的合作。OK 吗？来正前方再补一下下，耶、yeah, ！Happy Happy New Year！ 再一次感谢小齐哥，谢谢小齐哥，新年快乐，拜拜！来，是不是真的很帅？我觉得好 ，OK， 镇定，镇定。镇定哦，我第一次，知道吗？有，突然有嘉宾，因为我们这里有嘉宾都是会先跟我们说，哎，你知道谁会？对，像泱泱就会先跟我们说，泱泱会来。对。今天是真的完全无预警的被，而且重点是没有任何迹象，大家都守口如瓶。哎，不过我觉得真的耶，我觉得小齐哥就是个亚洲铁人嘛，我觉得不如你们下次跟他一起去铁人三项，真的。或是什么亚洲什么扭力什么什么拉力赛，那个去开车啊，大旗啊，他代表。我对谦哥去，嗯，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的才华不够，我那边没有什么天分，真的吗？我可以在旁边就是加油的哦，所以就是决定让那个谦哥跟小齐哥组队哦，一定好不好？加油尬一下啦！不过说真的，你们这个新年假期也很忙碌，12月31号跨年，对，1月1号昨天在宜兰快闪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，有气哈，有气。然后今天又来到台北跟大家办签唱会，没错。你们的新年新希望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云安先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。耶！期待在2021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辑来温暖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然后我们这张专辑叫做《运气来的若有似无》，然后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西门町分享这张专辑。我们会好好的唱，待会儿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听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发了我们第二张专辑，当然巡演也是即将要推出来了，很开心可以在巡演的时候跟大家见面，当然防疫还是要做好，然后很谢谢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这张专辑，谢谢。然后希望听我们音乐的所有的听众一切平安健康的。谢谢。当然呢，最后还是要宣告一下，宣传一下，今天是我们出发的第一站巡回现场，第一站，明天还有哦。对，明天来，请送上来，这边来，我来拿。好，在哪？谦哥，可以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明天。明天，今天我们在台北西门町6号出口，明天1月3号我们会在台中，广三搜狗百货的1楼广场，然后现场会，对，晚上7点在高雄梦时代。
幸福广场，晚上七点的时候。晚上七点的时候。给大家幸福啦，最后给大家幸福。所以今天我这个希望呢，现场的大家来千歌，请交给我。欢迎大家跟我们一日台湾。对对对，一日呢北中南三地哦，也是那个一日游。对。接下来今天一首歌当然不能够放过你们。没错。千歌麻烦请到后面 stand by。哎，没有，那首歌是这首歌，这首歌他他要唱歌。没错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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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欢迎那个新生代乐手。歌手，歌手，你们是变三人主唱了耶？对对，好酷哦，三主唱。好，不啰嗦，马上掌声欢迎高五人，谢谢。